在未来，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，而你现在就站在他口中所说的未来。那你就是执行长，是史上最年轻的 CEO， 也是最帅的 CEO 啦。我想当网红。安安的特色就是可爱、有气质。没有。啊啊！就这一套。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长处？网红的疯狂世界，